豆啊，这什么情况？丹牢怎么多了这么多巨型恐龙？哦，浪哥，你可算来了，这些恐龙太大了，咱们保安队的兄弟快要扛不住了。哦，别急别急，他们啊也有养成体型巨大而已，咱们也变大不就行了？嗯，我刚学会了一个变大的法子，看好了，咱们只要先来到吃包子这里，把自己吃成金黄色，然后呢跳入赛季的魔法锅里变成恐龙模型，之后呢再把技能切换成巨大化，最后呢抱起蛋仔使用巨大化，就可以把蛋仔变大了，重复多次会越来越大。哦，哼哼，这回咱们体型都差不多，我们肯定能阻止他们。没错，兄弟们谨记，我们是名保安，保卫蛋岛平安。我来。浪哥浪哥，调查清楚了。嗯，这次巨型恐龙事件背后是由僵尸博士和死神海拉相互勾结所引发的，目的是占领所有蛋仔岛。死神海拉，您说雷神索尔的姐姐？没错，就是她。那有没有解决办法？蛋仔管理员说他有办法，让咱们派人指导老巢去。哦，好好好，事不宜迟，就咱俩出发吧。浪哥，你们放心去，这里就交给我们吧。 OK。准备好了吗，小浪秀儿？雷神之力。臭浪哥，管理员安排的。我是雷神，你是个锤子。给你个大嘴巴！喂喂，秀儿，哎，你怎么骂人啊？咱就说，来吧，秀儿，今天你是雷神，我是锤，咱们就在这彩虹桥上杀他个片甲不留。好，冲啊！浪哥直接冲在最前线，雷霆回旋。我天，帅呆了，咱还能在空中飞。不愧是僵尸博士的兵，就这智商。你看你看，又来，都不用我出手了。不好，光在那乐了，秀在自己战斗，我来支援你。雷霆巨锤，一个字儿，帅。你帅个锤子，你帅，都把我给砸飞了。还有友商啊！啊！我打打打打打！哎哎哎！不受控制了。可得，不费吹灰之力，他们自己又调和了。臭僵尸们，看我雷霆回旋！哇，嘉宾现在都打完了。这死神海拉应该登场吧？来了！好，这小兵交给你的，秀儿，我直接来跟海拉决战！冲啊！桥上打完，空中再打，最后一击，给我杀 ！Nice， 成功干掉海拉。啊，すごい！哈哈，秀儿，浪哥刚才跟海拉的决战精不精彩呢？精彩，精彩！但是浪哥，我有个疑问。嗯？怎么啦？咱们怎么回去呢？啊，不是，我咋把这事给忘了？啊、这！哼。做梦都想不到，来时候好好的，回不去了。哎呦！